꽝꽝 삐진 거야? 여기 좀 봐주세요. 몰라. 吃饭，现在我不想吃外面的东西了，特别是快餐。老锅装过来，你要不要吃？不吃了，你吃吧。吃午饭了，煮了什么菜？猪肉还有香菇，老样子啊，这个番薯叶。 还有半包饭，老婆明天过来帮我打下手啊！来就来呗。我们这里的人工确实比广东那边的便宜啊，在广州水电安装一天的话，不包吃不包住，340块钱左右一天，350左右。 吃得饱吗？够。按平方的话，就28块钱，水电装一个平方。 按套算的话，如果是3房4房，一套就是3000多块钱，4000块钱左右。嗯，这个香菇很好吃。够了。吃完休息一下了哦。嗯。休息一下再开工。嗯。现在猪肉便宜啊，10块钱一只。 去年最贵的时候，30多块钱一斤猪肉。去年过年我们过年买的那个排骨要45块钱一斤。现在胃口没有在广东的时候那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往高处。
休息一下。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拜拜。